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那么呢，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系列啊，叫《圣经到底讲的什么》，这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那概括起来呢，我说呢，讲的是人生、生命、生活指南和钥匙。那么前面呢，我已经讲了五讲啊，我就把这前面的五讲的这个大概的题目给大家说一下啊，还有要这个回顾一下，就是第一个呢，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是树立有神，啊，神存在，神造世界的世界观。第二个呢，叫认识人的本源和人的特质。第三个呢，要理解神赋予人的权利。第四个呢，人应该对神的大爱、创造、赋予的权利给予应有的回应。第五个呢，是明白婚姻的起源、家庭和婚姻制度。对，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第六讲，什么呢？就是婚姻是由神赐予夫妻双方的，是与神所立的约。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高度。那么结婚，见别人结婚了，我也有结，是不是？那么一男一女，然后呢，这个生活的比较便利，然后也体面啊，这就是随大流嘛，是吧？古代传下来的，我也就这么做。而呢，实际上呢，从这个圣经，它告诉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哎，它和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个呢，就是说，那个圣经里呢，它教导我们夫妻啊，要一起爱神，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顺服。那丈夫和妻子呢，要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要彼此分工合作，来维护婚姻家庭的和睦与正常的运行。那么呢，我读一段经文呢，大家也可以打开哈，就是这个旧圣经的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这个21到33节，这段经文呢是论述这个婚姻最有权威性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一部分呢，然后呢，我在这个纵观这个圣经的全啊，这圣经66卷书啊，还有我这么多年这个做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啊，还有帮助人呢，然后自己的婚姻呢各方面的体验。然后把这个神的话语呢，想给把这个他神，圣经想告诉我们的事情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解释哈。OK， 那看一下啊，你把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五章啊打开看一下哈，但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又当这个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OK， 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听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这部分哈，神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呢？我想呢，很多的都是结了婚的啊，也不排除有一部分的主内弟兄作为朋友哈，没有结婚的。那么呢，今天的经文呢，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我想呢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呢，有几点呢，这个我们想给大家这个就要讲一下啊。
那么夫妻结了婚了，然后呢，这两个人就是组成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呢，是什么性质的呢？是吧？对不对？那么这个什么性质呢？你看圣经上讲的什么呢？那夫妻呢，他是神赐给夫妻双方的。那你看看是吧？比如说什么？那告诉你说。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在这个创世纪的第24章，也清楚明白的写。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那每一个做丈夫的，你现在拥有这个婚姻，你可能通过谈恋爱啊。然后有人介绍以后，或者自己认识的谈恋爱啊，然后呢一起这个生活一段啊，理解了，然后呢然后登记哈，那个可能有一个证婚人，可能是牧师，也可能是其他的人啊，然后呢政府注册，最后呢你就是从一个人成为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了，这就是我们所传统上说的正常的婚姻。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圣经里，他明明白白的跟我们说呢，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实际上呢，是神他赐给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它使我们异性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到了一定年龄，然后达到一定条件然后呢满足这个条件，那么神呢就让你们联合。妻子与丈夫联合，丈夫与妻子联合，那么这个联合包括物理的、心理的、财务的，然后甚至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圣经里也有教导就是说这个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不能结婚结那个信不信的呢这个是有规定的那是有规定的这个呢。但是实际上的人呢，也不一定完全做到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但是你要力争了，是吧？要力争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呢，实际上是神他赐给你的，然后把这个关系给你了，然后呢，你必须因为知道你这是从神来赐的，所以你说应该是不是应该倍加珍惜然后要高度重视对吧？然后呢？是神赐给你的，那你就不能随便胡来，然后呢，随便进行改变。如果你要改变的话，你也得经过神的同意，对不对？那么呢，然后他赐给你这个呢，然后告诉你呢，这里面什么呢？你要一方面是离开，那么离开了以后呢，和对方联合如果你不能离开的话，你就不能联合，对吧？所以离开在前面，联合在后面，对吧？那你这个联合了，然后呢，联合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二人成为一体。那么保罗在这个使徒他在这个圣经里告诉他，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不是？怎么两个人就成为一体了？OK，这里面可能就包括了你这个灵魂在一起的。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有一个什么呢？这叫夫妻相西方人也有他说这个有的夫妻找对象的时候，他就找自己长相比较一致的，气质风度这个言谈举止都比较一致，这样呢应该彼此互相欣赏。那有的人呢，在开始结婚的时候，这个夫妻呢，可能这方面不是很像，对不对？但是慢慢住着，然后一起生活，看他们的打扮他们的长相他们行事为人的方法越来越像。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夫妻相。那么实际上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是一件好事。这就说明呢，夫妻他是双方呢是联合了，联合了，而且达到了以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一体的程度。那么如果能达到这种一体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想一下中国我们有一句话叫"白头偕老"。那么这个夫妻呢，在年轻的时候自由奔放，然后呢，这个建立这个家庭，然后呢，经过这个摸爬滚打，这个
这个同甘共苦是吧，不管是在工作上的还是持家的啊，然后还生了孩子以后新尿布啊，去这个管理孩子的教育啊，投入太大很多很多的精力是吧。那么看到这个有的这个那个英国有个领导人啊，他生了孩子，他又把他孩子送到这个的什么什么公校去啊，每年的学费40000多英镑啊。我们实际上呢就我们只是说呢他有这么大的爱心啊。你看呢这个犹太人也特别重视这个孩子的教育，他们专门有那个塔木德啊，然后这个这个犹太人的教育方法啊，从小这个起来早起啊，读经啊，然后背诵啊，然后每年必须把这个摩西五经读一遍啊，对不对？对，这种说的这个妻子啊，他们要一定要联合的事情。那么妻子既然神啊赐给你了，那么呢他这个呢实际上呢你也是和神立了个约定。那么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时候都有规范，而这个规范呢有的时候呢是在口头约是约定的，那有的是写在纸上是吧。那么呢如果再正式一点犹太人中东国家啊，他们就喜欢立约啊。那么婚姻我们平常有一个结婚证书，那结婚证书呢有双方的名字，双方的出生日期，然后呢还有双方的照片。那么这个时候呢双方一起去，然后双方同意的是吧，然后都盖一个大章 right， 那么双方各持一份。那这什么意思啊？实际上一个是可能是被政府允许你了，承认你了，但同时呢也是双方一个约定。那么在这个圣经里告诉你是什么呢？那不仅是神赐给你的，而且是你在与神立约。那么神告诉你一定要二者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三样事你都要做到。OK， 这就是与神的约定啊。那么你要是单方撕毁这个约定的话，你会得到惩罚啊。那是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惩罚会跟着你啊。OK， 然后呢，还有呢，到了永恒的，到了在这个天上的时候，神也会为这件事审判你啊。所以你一旦结婚以后，你就非常珍惜，千方百计去努力。去维护你这个婚姻，去这个让你的婚姻更健康，对不对？那这个呢你就尽职尽责的多动脑筋是吧。这个比如说对方过一个生日如果对方也很在意过这个生日的话，如果你不去准备这个生日蛋糕，也没有买鲜花，那对方可能就很失望。那有的甚至像我们有的时候把对方的生日也忘了OK， 所以对方有时候更就不高兴啊。那我今年呢过生日的时候这个师母呢就特别不仅是给我搞了点吃的，而且是带着我然后去划划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觉得挺有记忆的哈。OK， 有的时候到了25周年啊30周年啊，拍一个结婚纪念照啊，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事情，好不好？这是夫妻啊，你要尽职尽责。那么你要与神立约了，然后呢是可是赐给你双方的啊，不能是一方负责任，另一方拉里拉呼啊，不当回事，不负责任。那么夫妻要达到什么情况程度呢？来找一个共同点，要一起来爱神。OK， 那么你找到一个平台，都是爱神的人，那么呢？那么都照着神的话去做啊，都读经，都祷告，然后呢，很这个 hard working 啊，能够宽恕对方，那么家庭都很和睦，是吧？那么如果不这样就不行，是吧？那么呢，再有做一个夫妻非常重视的就是彼此几个彼此啊，这个彼此尊重，然后他这个有一些想法，是吧？他有一些这个交际啊，一些其他的事情，你要尊重他这方面的想法。他就比如说有的这个丈夫，哎呀，我就喜欢有买一个什么汽车，这个牌子的，妻子就不要说不行之类的啊。我就是你要成就这个地方，尊重他。OK， 他要孝敬父母，家里可能这个父母弟兄姊妹比较多啊，父母年岁大了，然后有花销现在，你要在这方面要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来。OK， 爱要是相互爱啊，还有个彼此尊重啊，彼此相爱，还有呢，我们说呢，彼此顺服。
那圣经里教导什么呢？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后面要特别强调的时候，这个做妻子的要特别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知道哈，在这个古代的社会，犹太人呢是这个父系社会，女子呢和这个男人呢地位是不平等的。哎，所以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它的益处，就是说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是啊，这个现代社会啊，讲究男女平等，政治正确，是不是？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啊，要遵守基督的教导啊，所以说教导啊，这个彼此相爱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那么呢，彼此尊重也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顺服方面，是吧？那么因为啊，男性他天生的原因啊，这个性情的各方面原因哈，所以呢，女子表现出更多的顺服来，其实对家庭和睦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有些事情上，丈夫表现出顺服来，我觉得是应该的啊。那么呢，有时候你说太太就喜欢买什么一个吃的，哎，或者买一件衣服啊，你就这个又是尊重，又是顺服了。你看，他想今天晚上吃这个，你不要强调自己今天非要捏饺子吃啊，他做面条就面条了，是吧？所以呢，你要彼此顺服，你要恰到好处，是吧？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有扮演不同的角色，你的家庭这个。根据你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你自己的长处不一样，那么呢，你要不同的角色啊。有的时候喜欢养花，是吧？那丈夫呢，喜欢鼓捣个这个那个的，是吧？啊，你像我们家的是，哎，师母呢喜欢这个，啊，这个我太太呢喜欢做这个家务养花，是吧？我觉得很好，是吧？对吧？那养你的吧。那么我鼓捣个其他这个那个的，是吧？我也喜欢特别搞自己的东西，是吧？所以的话，那么就互相尊重哈，彼此这个顺服，然后呢分工协作。那么后面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个栅栏啊，需要钉钉子，然后呢，那你让太太上去钉这个的，就是体力上各方面都不合适，站又爬高爬低的，是吧？但是我们做丈夫的这个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是吧？那我最近都修了一个 fence 嘛，是吧？对，所以这个要分工协作啊，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关键是你要保护这个家庭的和睦啊，这个对老的要好好的照顾，然后对下面的子女要该年轻的时候好好培养教育，然后等长大了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工作啊，然后他们的婚姻呢，所以在这方面呢你要这个尽力该做筹备，做计划的做计划啊，鼓励的鼓励，鞭策的鞭策，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批评，是不是？所以在家里呢，这个我们是夫妻呢，他让我们理解到是神赐予夫妻双方的啊，是与神所立的约，这是一个非常庄重啊，重视啊，这重要的事情，是吧？绝对不能把婚姻当成是旁风啊，这是圣经他特别提示我们的，好不好？那么呢，今天呢就把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有关于这个婚姻是神所赐给我们夫妻双方的，是与神所立的约啊，这个啊给大家分享完了，希望你喜欢有益处啊，请你这个转发点赞，转发给你的亲人朋友啊，弟兄姊妹的祝福哈，让我们大家一起蒙日水，求啊让神啊得荣耀，好不好？那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啊，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婚姻是由神啊赐给我们夫妻双方的啊珍贵的礼物啊，是这个夫妻那个婚姻呢，是我们神与我们立的约，也是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求神保守看护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啊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做我们当做的，哎，按照神的教导扮演我们更应该的角色，彼此尊重，彼此顺服，然后呢把婚姻建设好，让婚姻家庭和睦，然后正常的运行在世上啊，世界上做光做盐啊，然后那个一同来盼望主耶稣基督快快的再来。以上祷告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